票啊，谢谢你们，合作愉快不？挺好的呀，他们挺好的。对，咱们的青宝想给他拿好吃的。这个奶爸人特别好啊，特别宠青宝。青宝，他给青宝在外面开小灶。嗯，我刚开玫瑰。嗯，昨天在避风峡，今天在都江堰，明天就在卧龙啊。以后这几个基地就来回的跑一跑啊。明天啊，明天小奇迹啊，明天小奇迹。以后就几个基地，然后过几天再去成都啊，再去成都看一下阿宝，好不好，姐妹们？再看一下阿宝，好不好？嗯，自己开车。嗯，没有啊，跑一圈。下次去就多待几天啊，这几个基地多跑。青宝特别漂亮，青宝是卖。奶爸又端来了一盘笋。放到咱们青宝的面前，生怕孩子吃不饱啊！等一下又拿过来一捆竹叶，满满的都是爱啊，爱在细节里。感谢默默点赞的姐妹，谢谢啊！咱们姐妹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先往20000上面冲一冲，谢谢你们！咱们进来的姐妹没有丢人气票的，先丢一张人气票，做个流榜数据啊，谢谢你们！主播辛辛苦苦跑这里跑那里，为了让大家多看几个大熊猫，所以咱们姐妹们也要，也要那个什么相互的哈，相互的，你们给我推流，然后一卡的那种。对，这个是美心啊，美心，美心长得特别漂亮，大脸盘蓬蓬脸啊，你们看一下咱们美心妹妹长得好漂亮，咱们妹妹特别漂亮。你们声音小一点，这个熊猫怕，怕声音。它真的胆子很小，姐妹们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咱们美心，它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它就不吃了。美心展出了啊。大叔叫那个小孩不要敲，这孩子吓死了要。听到声音都不敢吃了。蔓越莓和佳美的，对，这熊猫比较怕那个怕声音。咱们姐妹们如果出来看猫的话，有人大声喧哗的话，请你们帮忙制止一下啊。他要干什么呀？他吃午饭吗？他会不会？我们一会儿看，就他怎么爬上来的？行啊。我是怎么爬上来的？像像你熊一样这样爬。姐姐。你下来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对，因为他们吃东西的时候都是坐着面对那边的。对，特别敏感。
们三个是同一届的，二一届的，都是二一届的。乐乐要大一点。都是刚离开妈妈啊。我把声音给你们关了吧，里面声音太吵了。他刚离开妈妈。他跟可可爱是，他比可可爱只大了一点点啊。她是小女生啊，对，她体重很轻啊，她体重很轻，她是他们三个当中体重最轻的一个，她一看就是身，你看她很怕的，姐妹们看一下，她走路的时候那个脚，你看很怕的，是不是？她多重我不知道。但是他的身材是最小的。两个哥哥还在室内。那个小胖子肯定，那个小胖子还是青宝的叔叔呢，哦。看两个哥哥呢，你看，他一看到他出来，哥哥出来，立马掉头了。妹妹好，妹妹晚上好。